我今日去監獄探咗一個犯，佢叫譚成勇，佢就係30年前殺死你爹哋媽咪嘅兇手。要揾出真相可以有好多種方法，但絕對唔適宜由你去插手。兇手可能係另有其人，而且可能係一個變態殺手。喺30年嚟，可能仲有其他人俾佢害死。佢係有必要知道呢個真相。